那么今天指数大涨，我想呢，应该跌破很多人的眼睛。为什么呢？如果说你有看今天早上的早报，或昨天有很多的分析师哦，应该所有的人告诉你呢，台北股市在高档爆一根长黑 K 棒，而且外资呢在现货的一个水部分一口气卖了将近有三百多亿，期货的部分进多单就只有一点一万口，这个行情就是摆明要崩盘。那基本上啊，我还是老话一句，我在节目当中我也跟我强调，我说现在这一个行情，这个主力做手超级无敌机车的，他机车。 而最主要的叶水原因是来自于大家的叶水专业度都往上提升。我请问大家，不管包括高档的叶水背离讯号，不管包括所谓的一三五八十三二十一，不管包括五日线，不管包括十日线，我请问各位散户投资票看得懂看不懂？看得懂啊？那因为投顾老师再怎么教都教这些草包的叶水东西。那如果说你们都看得懂的叶水情况下，我请问大家，主力做手他要怎么样达成出货跟进货的目的？那我在节目当中我们一再这种强调，所以昨天的节目麻烦大家看重播带哦，昨天。 我刚才就跟大家预告，我说这边呢是走跟十一月二十五号一模一样的夜水双边的夜水解套的夜水理论。你知道十一月二十五号台北股市也是收在夜水最低低点，就隔一天十一月二十六号，台北股市有没有形成开高走高的夜水模式？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 好，所以说极短线的逆水部分，我才慢慢开始帮大家掌握到来。这这第二件事情，我说啊，为什么我一直很自豪啊？全台湾应该就只有我的节目具备一个所谓可看性，因为我的节目是能够给你整整整套主力做手的逆水操作逻辑。看清楚我、哦，我今天早上在九点十九分的时候，我说啊，因为昨天昨天我们很久跟大家预告，我说昨天的收盘是小于关价，收量小于 A C，所以说今天早上的逆水跳空开高，主力做手他再怎么玩都玩同样一个模式，因为昨天的。 多排小于 AC，所以指数开高，它一定会往下杀，往下杀。可是目前的液水心态，它是一个标标准,准准多，所以说这边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液水多方的液水讯号，多方的区间时间九点十九分。而这一切的种种，我有没有在你们泰德滚这是为什么你要加入我们泰德滚最主要的液水原因？PRO 一零一八，18, 我都会给大家一个水完整答案。这样有没有很轻松？又高达将近有一百点，有没有再次证明主力做手操作还是架构在价格的关键，包括周线、月线观察包括一个水多空。 主线，甚至也再看跌空讯息哦。九点二十六分，我说啊，超卖区是在七五零以下，所以说不管包括超买区，不管包括超卖区，这所有的业术专制，所有的追击要你都要具备啊。老师要学这么多东西哦。当然呢，我的节目，我说真的，你第一次看我的节目，你甚至看我一个礼拜的节目，你会认为说我的节目为什么这么样的难？因为我的节目当中，我我昨天我跟你讲说成交量有四千亿吗？我根本不知道成交量，因为我根本没有在看成交量，因为我在跟我强调，我说主力做什么操作，还是叫我在。 价格的观念，包括周线、月线观键，包括多主力线。那我请问大家，那到底是你的均线、成交量、K D、波浪理论赚得到钱，还是我的跟随主力做手的跟随价格的观念？我上三立财经台已经高达多久？已经高达将近有三个月的时间。第一个月，第一个月也就九月份，四千两百四十一点。进入了十月份，十月份当时呢，在九二一跟你预告新太空，一口气跌到九二五，跌了七百点。九二五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由空转多，所以来到十月五号的礼拜一，还是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的多。 十月十九号，你看到选举之前的一水外资避险，我一样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准的多。所以第一个礼拜一零一零，第二礼拜五九第三礼拜八五百四十七点。所以来到十月二十八号，再做另外一次的骗线。十月二十八的主力心态空，导致美国期货一口气跌六百多点 600, 对不对。美国期货跌六百点 600, 对不对，感觉老师够开板呢。过去东西你还在听哦？过去东西麻烦哦，你去看重播带。 那老师，那这样过去东西要看重不带？那问题为什么现在讲过去东西拍谁？他是要让你知道差一天真他爸爸的差很多。 十二八预告主力心态多，十二九往下跳水，心态有没有有空转多？有空转多，有空转多，就由空转多有没有在网上做一个拉抬？所以说十月份选举的那个那一个月的前一个礼拜，我们一样掌握七百三十九点波动，所以十月份总共两千八百八十八点，同样进入的选举，美国选举不是台湾选举哦。选举之前十一月号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多，结果呢从十一月二号涨到选举之后的十一月六号，我一样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的多就。 短短两天就已经高达将近有五百二十点，有没有再一次证明主力心态很重要？短短一个礼拜就高达将近有一千六百点。同样，十一月份第二个礼拜最大的成就不是主力心态多，那是因为主力心态再变再来遍哦，那是因为主力心太多。所以说，美国选举之后，不管是谁当选，美国股市大涨。那第二个礼拜为什么美国股市大涨？因为美国已经出现了疫苗。可在出现疫苗的前一天，你有没有看到主力心态？它是一个。 标标准准的叶水多，所以说我们用连续性的叶水做多，所以说十一月份真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好赚的一段，所以来到十一月十六号已经涨得非常多，涨得非常非常久。我一样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多。就来到十一月十八号，台北股市有没有拉高来做一个谁结算？有没有很轻松的让我们的会员很轻松掌握一百万的叶水机会财？有没有差一天？有没有差的非常非常多？所以结算的那一天，你告诉我涨很多，我一样跟你预。 到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多，这样一口气又涨了将近有三百五十点，结果呢，在十一月份总共缴出四千点的业绩成绩单，从 A M 牌一路到 P M 牌，甚至来到十一月二三号，当你看到这个暗头往下杀的时候，我要不要再一次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多？为什么你要有主心态？我等下再给大家看连续证据哦。我请问各位啊，这样看起来像不像暗头？ 就你跑去放空尾盘，有没有收在一个所谓最高的一个高点？甚至从 A M 牌一口气被嘎到 P M 牌，直到十一月二十四号，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有。 多转为空，结果预告完之后，上个礼拜三还真的往下做夜水下杀。上个礼拜三刚好是十一月二十五号，收在夜水最低的夜水低点。那我请问大家，麻烦把讯息再看一遍，十一月二十五号的一点三九分，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的会员，他还是在玩一个双边的夜水解套理论。那昨天我们很去跟他报告，我说他只是在模仿十一月二十五号的双边解套理论，因为他尾盘只要收在最低。 低点，你的多单一定想要自杀，你根本就不会爆，很贱哈，真的很贱哈。那我请问大家啦，十一月二十五号跟昨天不是一模一样吗？昨天 P m 牌有没有先垂直往下杀？他要把你们所有的耐心全部给吃掉。 这是为什么？我说全方位的叶水三六零，除了给大家鱼吃之外，更重要教大家非常多钓鱼的技巧。昨天 PM 的下杀那个点没来哦，没来。可是十一月二十五号有没有来？十一月二十五号有没有来？这个一来，一口气就掌握一百九十一点的叶水上涨。 因为隔天大盘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的多，结果八十加一九一又高达两百七十一点。同样跟大家预告，三票都是一个标标准多，就我们先往上集啦。同样的，来到了上个礼拜五的时候，连续两次的夜水多方的夜水机会，这样有没有高达两百二十点？结果呢，一个月的时间有没有掌握四千七百四十五点的波动？第一个礼拜一千六，第二礼拜一千四百八十点，第三礼拜九九五，第四礼拜也高达七百零九。不管包括看对。 对，不管包括看错，我都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所谓完整的剖析。所以说，基本上啊，投资者你要成为市场上面的赢家，你不一定要来找我。可是我在节目当中，我所给大家整套的逆水操作逻辑，如果你完全都知道，你就不用来找我了。可是不管包括双边解套理论，不管包括多方 AC，不管包括主力心态，如果你都还不会算。 哎，全方位三六零，我们的夜学课程固定的夜学教学内容，你无论如何真的不要错过啊！那很多人说谢老师啊，我那么私讯你，不用私讯，因为我不可能去读你的夜学私讯。好、哦，你所有的问题，你直接拨我们的电话，我们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39 39 8, 电话把它给拨通就对了。那你说进入这礼拜很简单呢、啊？上个礼拜五的时候跟大家预告收盘带架，国家收盘带 A C 就 p pm 盘先往上做一个随急啦。那么昨天为什么会杀到人仰马翻？因为很简单，昨 昨天刚好来到九六七到九七二的一个水空方的个谁防守价，配合的叶谁主力心态由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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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为一个水空，只有昨天收在叶谁最低的叶水低点。那昨天跟大家预告收盘小关键收小 A c 那收盘小关键收小 A c 它所代表意代表一下，什么？说什么是什,什,什么意思？很简单，麻烦盘前稿里面盘前稿里面都有非常清楚而且非常完整的叶谁答案。这就是我的叶水会员，还有我们成功的叶。 所以非常大的逆水技巧，我再一遍哦。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水主力的逆水心态？老师，我是做股票，我是需要知道主力心态吗？好，我再一遍哦。如果今天大盘主力心态空，代表大部分的股票都会下跌。那如果大部分的股票会下跌，你盘中绝对最好不要买股票哦。看到微盛往上拉，也绝对不要买，绝对不要买，它很容易虎头蛇尾，拉下去之后又掉下来。看到今天谢老师发。 三零零六的金豪科，你也千万不要买。 好、哦，所以基本上这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即使你是做股票的，你更需要拥有主力心态。你要怎么拥有？很简单，你可以下载到我们。哎，你如果说你是一个积极的叶水投资朋友，当然我是建议大家下载我们的叶水电脑版。那当然，如果说你每天呢，可能呢股票的操作、期货的操作，它并不是你的本业，我建议大家下载我们的叶水手机版。那再来一遍，第一件事情，做股票你也是需要主力心态，对不对？如果今天大盘主力心态多，代表今天上涨的一个谁机会。 会比较大，大盘会收最高的机会很大，也代表大部分的股票会往上涨。如果大盘主力心态空，当天最好不要买股票，除非你是神，你能买到逆势的股票。我这样讲没错吧？第一件事情，借由主力心态破解主力做手的骗线，来喽，来喽，看清楚，看清楚，九点二十九分，九点二十九分，九点二十九分，这什么？ 摁、嗯、头，复合式头肩底，然后呢？然后呢？应该这样下去的、啊。可是大盘主力心态它是多，摁、嗯、头复合式的头肩底。我只要请问大家，你知道？你说我知道。如果你知道，代表主力也知道。那主力你都知道，那我请问大家，主力要怎么吃货？要怎么出货？你懂我意思吧？要怎么吃货？ 当然是要要做个摁头，做个摁头完之后，你们自然就会傻傻跑去做一个所谓放空的一个所谓动作。结果尾盘有没有收在一个所谓最高高点？這樣有没有高达将近有一百点。好，还没完。所以说哈。 全方位的一个所谓三六零，很多人说老师啊，啊还有没有再优惠的？基本上全方位三六零，它是一个 concept，它是一个观念上面的一个问题。我当然可以跟一般投部老师一模一样，今天倒数第一天，然后明天倒数最后一天，然后下礼拜又有新的方案，不用。全方位三六零，它最大的一个目的，它除了要给大家鱼吃之外，更重要你要学习主力心态。为什么我今天能早上能在九点十九分？这没办法造假嘛？那你说你们你你们你们再一遍了，你们应该感觉到你们很幸福哎、欸。 你们不是等像盘中的夜水连线，是等到十二点三十分的时候，十点二十六分的时候，他才知道主力心态，他是个标标准很多。哎、欸，看清楚哦，主力心态多，外资认错回补。当时台北股市涨一百三十一点、欸，哎，你要告诉我涨很多，就好像结算的那一天，我盘中连线，我说会拉高结算，主持人说神经病，谢老师已经涨了一百点，认为拉高结算，结果收盘涨了一百五十几点。那同样啊，涨一百三的时候。 我讲出主力心太多，主力心太多，因为主力做手我再一遍哦，基本上很多人呢打电话进来说，谢老师我要带江投靠，可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实物上面的逆水操作，你会不会忽多又忽空？我这边很诚实跟大家报告，主力做手，他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他一天就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 好、哦，它主力心太多，它会从头维持到位。好、哦，从头维持到位。昨天不一样嘛？昨天是主力心态，你看到白五的机会，主力心态先多后空，先多后空，只要出现两色，它都会收在最低的低点，或是在最高高点。如果是先空后多，它就收最高；先多后空，它就收最低。这样懂我意思吧？这樣懂我意思吧？所以说你要懂得说去计算嘛。来，下载软体啊，真的啦。 要怎么样下下载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不用私信我了，私信我我我不可能，我这不是我的工作，去教你下载，我的工作是带你赚钱，我也不是有些人打电话说我要跟你们老师讲讲话啊，讲讲话，你跟我撒价，那不是我的权限，我也根本不在乎，好不好？ 我要的是我今天出手，我的会员能够赚钱。我根本你们才要什么讨价还价？要问我要怎么样下载软体，然后软体打不开，账号密码多少？拜托你们不要问我，这是为什么 l i g h t 从来不读的原因，我根本不会去读那东西的。来继续讲、啊，外资卖了三千四百六十九口，今天 T 五十反哦，他他最多喜欢踩两手策略，他期货现在多单连一万口都不到了哎，这应该是这一波台北股市今年上涨以来。 第一次看到外资期货多单连一万口都不到、欸，哎，有没有很紧张？有没有很紧张？可是今天收盘大于八零五哦，那重点在 A C，我现在不会再跟大家讲 A C 的，麻烦看我的盘前稿。好，我明天会跟大家做验证，不是，哎、欸，不是收最高代表收盘大于 A C 哦，不是收最高代表收盘大于 A C。老师，A C 有这么重要吗？再一遍，今天台北股市为什么开高之后要往下杀？为什么要往下杀？因为昨天的收盘是小于 A C，开高它一定会往下杀。 好，這样懂我的意思吧？那同样今天的 s 水收盘到底是大于 AC 还是小 AC？你想要知道的好朋友广告中的电话，你把它拨通就对了。盘前稿让你带回直接验证。那股票的 s 水部分哈，我一直跟他报告，你接股票你要赚得到钱，你要有你的夜水 s 水 SOP。那我说我的做法很简单，我们波段的 s 水核心持股，我们是借由月线红灯外加阻力性太多，大家往下去回测多方的叶水 AC，我们会做连续性的一个所谓加码买进。那问题为什么？ 你要来找我，因为很简单。我请问各位，你能找到一个老师吗？就像我一再跟我强调嘛，现在每一个头顾老师都告诉你他手中有第一桶，可是我手中我真的没有第一桶啊。你然后不不然就跟你讲他手中有光耀三六六六，因为每天涨停涨停再涨停，可是我真的没有光耀啊。那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哦、喔，你到底是乱枪打鸟，你能够赚大钱，还是像我们这种持股集中化，到底谁是最后的业绩大赢家？就像我请问各位哦、喔，二三八八的业绩威胜，哎、欸，到今天已经四只涨停。 四只，我们是怎么样一档股票，我们能够挤出四只涨停板？当时十一月二十五号的时候，我连遮都没有遮。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威盛的业绩利多绝对不是来自于威风啊，跟威风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笨蛋根本是连基本面都不懂，您真的不知道中国大陆 IP 值多少哦、啊，您真的不知道中国大陆 IP 值多少哦、啊。 四十八点二又再跟你预告一遍，来这些两只涨停板，四十五点一买进嘛，到五十三点五赚了八块四，赚了八块四，赚了八块四。然后呢，然后呢，前几天跟你预告四十八点二，上礼拜有跟你预告四十八点二，结果礼拜一真的最低低点四十八点二，四十八点二到今天五十三点五又赚了五块三，所以说呢，又赚了十趴，又赚了十趴。然后呢，总共买了三次，然后第一次两只涨停板，第二次一只涨停板，第三次一涨停板，所以说一档二三八八的微胜，不用一个礼拜时间我就赚了四。 是涨停板，乱枪打鸟。我有三六六六吗？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三六六六，我我真的没有啊！啊，我我有二零零九第一桶吗？我真的没有。可是我有威信是时涨停。哦，连十六分了，讲快点，连电这不用，这这這,这很快带过了。你看，你看，你你我没有。你强调一件事情哦，你能找到一个老师哈、哦，一档股票从九月十五号一度做。 一路做，一路做，一路加嘛！利用急刹到 A C，而且连价位都免费跟大家做一个所谓预告。第一段，第一段哦，第一段先赚二十点九，赚二十一块钱嘛。 那你如果你在九月初办好入会手续，或九月中办好入会手续，我们不要提微胜，我光一档一档一档二三零三的连电，你就可以大赚二十万。你资金不够的，你要赚二十万很简单；你资金够的，而且这种股票你是很多人，哎，谢老师怎么做连电？拍谁的啊？我不可以强调这一波龙头全指股的部分，不管包括连电，不管包括日月头，不管包括二三三七的网红，我都有做啊。你不要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一档连电，我现在。 六只涨停板，那我问大家，平手都有涨停板，有涨六只吗？有涨六只吗？那如果没有连续加码，我怎么赚六只涨停板？啊，结果连电在上下震荡盘整的时候，我们跟你预告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的多，所以说呢，三十一点五我还在做加码买进动作，包括呃三七一的日月头都是一模一样，从三十一点五到连电昨天还在创波段上面新高，我请问各位谁赚最多？我的会员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这群王八羔子，他买这么多，他买这么多货，往下杀的时候他继续买，往下杀的时候继续买，盘子都继续买。现在连电在这边，连电在这边，他赚多少？他赚多少？我的会员只赚了好几百万，我的会员只赚了九只的叶水涨停板，而且我还报给你嘞。我连电，我连电，我在十一月二十号的时候，十一月十二号，十一月二十号，我还在节目当中跟你预告连电，就预告完之后，上个礼拜连电直接跳空涨停板。 一档年跌，九支涨停板，三十二块三，三十二块三，三百二十万，做完了吗？做完了吗？还没。我跟大家报告哈，我有时候觉得哈，很多头部老师真的很混，你知道吗？八顺金源干什么的？你们不知道啊？台积电不用讲了，台积电的产能利用率是百分百，没问题哦，没问题哦，它是用在高速的。那我请问大家，你们有有看过扫地机器人？有，有哈。 你有没有看过现在最新的一个所谓电冰箱上面上面都是用按的嘛，就是按的嘛，而且哦哦可以跟保温哦可以保温哦,哦，然后可以解冻。我请问各位，那里面的 IC，那里面的 CPU，那里面的 CPU 包括扫地机器人一样，扫地机器人有没有很聪明？有有很聪明。可是扫地机器人撞到墙壁有没有关系？没关系。汽车撞墙壁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所以汽车的部分它是我有这样解释你就懂了。汽车部分它是用哪里？台积电。扫地机器人，连电，这样够简单的吧？ 扫、啊、地机器人未来比较简易的触控，未来比较简易的 CPU 全部都是八寸晶圆，你认为连电涨完了吗？好、哦，这样讲就好了。齐立新，你看，哦，这这这一百一十三点七拿倍红利，这是人类最好赚的一段。这样子哈、哦，我会员样有人说齐立新赚五百多万啊，佩服他，佩服佩服佩服，买买很多日月头、日月头、风车。 公车，哎、欸，日月头六十二点七买赚的三只涨停板呢、欸，我有车吗？我有跟你变来变去吗？然后日月头总共赚四十七块钱啊，一档日月头。如果说你买二十张呢，你买十张赚四十七万，你买二十张呢，你买二十张呢，你可以赚九几万呢。然后旺兴，两个礼拜，两个礼拜六十六块钱，没问题吧？没问题吧？A B F，第一趟的 A B F。 好，我等下先，我先，我等下先讲我看法。我等下，我等下会捡 A B O 给你看，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好，来，第一趟先十五只涨停板，一百四十块。凭什么赚十五只？南电的股本很大哦，也快要一百亿哦。凭什么赚你十五只涨停板？因为我只是把联电成功的模式复制当时的南电，我只是把日月头，我只是把威盛成功的模式复制当时的南电。好，五十三块，四十涨停板。 然后一百四十再买，三只涨停板，四加三，七涨停板嘛，又赚五块钱啊，五块钱一百零四块，然后呢又赚十七块钱，又赚十七块钱，再加码嘛，上礼拜我还在加嘛，上礼拜我还在加嘛，上礼拜我还在加嘛。好，所以说一档八零四六难跌，九只涨停板，之前十四只涨停板加九只涨停板，总共加起来总共加起来二三只涨停板，二三只涨停板的话代表是二点三倍，你一百万的资金到现在。 已经三百多万了，从七二九到现在，你能找到一个老师一档难垫，从头讲到尾吗？好啊，你说老师，现在我真的很害怕啊，害怕没关系，害怕你要懂得如何去计算 AC，这种就不再重罪了哈。好,好，包括泰鼎，再从泰鼎到三零一七的，哎，泰鼎好，泰鼎嘛，泰鼎到三零一七的旗红，在旗红也赚六块多嘛，然后到二四八一的一嘴强茂，强茂赚也赚四块九，四块九加一块四。 等于赚六块，然后二三三七的旺红。因为我在短线上哈，我们的夜水操作上面的标的，它是为了制造波段的股票。只是旺红，我现在跟会员讲清楚哦，我们没有加码，因为太难加码了，因为很少看这样的图。好，旺红三十三，对哦，当时当当有了三三三块钱，那时候我再加码一次，再加码完之后再也没加码了。你自己看旺红是什么鸟图，这什么鸟图？啊，唯一的方向是一路涨，唯一的方向一路涨，啊，知道怎么加码？知道怎么加码？ 没什么杀，有、啊、这有杀有杀，可是它没到我要的价位，没到我要价，我就不会加嘛。好、哦，它不像二三八八威盛，告诉大家要我价位，我就会加嘛。就你看是、啊、什么鸟图啊，就一直创新高，一直创新高。那我请问大家谁赚最多啊？不跟连电一模一样东西，主力心态全部都是一个标标准准红彤彤嘛。然后到再再到二四四八的夜水金电，然后到金电到三五三零的夜水金像光，好金像光，金像光我不打算做波段，我先跟你讲哦，没有不是金像光不会涨，因为我在挑股的过程当中。 你成交量比较小的，因为我的会员很多，我不会像一般投顾老师，那種平常成交量几百张的，他然后涨停板的时候，他是说他会员有。 我的会员没这么少人呐、啊，没这么少人呐、啊，所以说短线的股票的话，我的业水选择，因为我选短线的股票，我们一定一定还是挑主力线太多了嘛，一定挑一线红灯的嘛。可是问题在实物上面的业水参考，我们还真的要去参考它的成交量。就金相光呢，金相光告回撤一一一一一，因为当时是有量的，有量哦，有量一百一十一块钱，一百一十一块钱，西莫石概念股嘛，然后也赚了两只涨停板，那现在都在一三八这边附近鬼混，那就买完之后你要看到报纸利多，然后六三元金，哎、欸，元金元金元金，我就敢重压，为什么？因为它。 成交量很大，好金价光跟元金，哎、欸，不是说现在重压啦，不是说现在重压啦，等于说我在实物上面，我们扣钱叫会员买的一个所以过程当中，我们元金就会大买，为什么要大买？因为它的成交量够好，所以三十八点六赚到四十五点三，赚六块七，又赚了两只的夜水涨停板，然后再然后然后元金，哎、欸，元金我没有跟你预告哦，我们都有跟你预告哦，我都要跟你预告，然后元金两只涨停板，然后来到威盛，然后威盛，然后再一遍嘛。 做法很简单呐，我股票哈不可能只买一次的。你逮到机会之后，你就知道连续加嘛。来，第一趟我四十五块买到五十三点五。那如果说你是在上个礼拜办好入会手续，你要不要谢谢我？一档卫胜，我帮你赚了四只涨停板，一百万我帮你赚四十万的，有没有差一天？有没有差很多？不止如此啊，我如果说是跟一般投顾老师一模一样遮起来啊，然后跟你讲说我有，那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在十一月二十五号我买的当天，我在节目当中我就直接亮牌，而且我还跟你讲说，它的 IP 在中国非常非常的叶水值钱。就第一趟赚了八块四，好，总共赚了两只的叶水涨停板。就第二趟四七点七，四七点七，我们还在做加码买进的夜水动作。四七点七嘛，四七点七在做加码买进，有有成交，这边看到四七点七，7, 就四七点七到今天五三点五，我们赚了五块八，又再赚了一只的夜水涨停板，所以这两趟加起来总共赚了十四块二。 你随便买个二十张，你赚了二十八万，还没完，因为游戏还结束了、哦。我在前天的节目当中，啊，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跟你预告四十八点二，你都有看重播带吧，因为昨天我有播重播带给大家看好，我有播重播带给大家看，所以四十八点二，四十八点跟你预告完之后就执行到今天五三点五，我们赚五块五，又赚了一只涨停板。好，然后国巨，然后是八块，然后好来，然后这金豪科，今天的金豪科赚了两块二，因为今天大盘主力现在多，的重点在哪里你知道吗？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笑话，威盛哈利多很多，可是跟单的也很多。 跟大家很多，来，我先给大家看英雄科讯哦，八点五七分，顺便把蓝剑解一解哦、喔。好，顺便把蓝剑解一解哦、喔。那你现在看嘛，如果说你早一点办好入会手续的，一档微升了，好了，今天我没有买微升哦，今天买没没有买微升哦，可是今天今天买进的叶水金豪科能不能赚两块二？ 那上个礼拜五买进的二三二七的夜水国巨国巨嘛国巨国巨国巨，能不能赚十八块？能不能赚十八块啊？这也是钱嘛。所以很多投顾老师讲说，哎呀，干嘛做股票要这么样的累？那就在于说，那一个投顾老师他到底有没有在做笔记？你来看哦，我在你治好哦，我们期货放放一本，股票放一本，所有的夜水 A C，所有的 A C，你应该找不到这么认真负责的老师。 对啊，我可以一档连电买一次之后，然后从此都不做，然后每天跟你讲续报续报续报啊！你入会的也不知道干什么，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买连电。可是当你入会的时候，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很快的把你所付的业税费用给赚回来，甚至于呢去改善你的所税家庭生活，因为我们是站到最后边为荣耀而战。好，所以说来看清楚哦，看口去，呃，八点五七分，威盛昨天买的很漂亮，昨天买在四十八点二，还记得哦，四十八点二五三点六出，昨天加码单。 回答我，今天威盛最高高点多少？威盛明天要跳水也也也也不意外啦，因为今天有人偷卖，那那为什么偷卖？因为跟单的人太多了。好，所以说明天如果威盛大跳水，你不要意外哦，不要意外哦，因为我要卖的卖点竟然差一档啊，好奇怪哦。我要卖哎、欸，我要卖哎、欸，这是定价五十三点六八点五七分。那同样解难电，难电还没死啦，一六九点五六解完喽、哦。 一六九点五六，股票不用遮，而且我连多空防守角都跟大家预告，好，剩三分钟时间，快点。所以全方位三六零的，一个属于版，好，振兴版，正新版指数就有主力心态。今天早上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多，将近一百点了，将近一百点了。然后呢，股票黑马标股，黑马标股跟你预告最近的绩效，最近代表作二三八八的威盛，啊，这个月代表作太多了，二三零三年内山机的日月头八零四六南电。 在没有够多啊？三五三零金相光，然后三四哎哎六四四三元金，每一只股票至少两只到五只涨停板。好，继续。呃，铜金店今天跌下来，跌下来。有兴趣？我应该讲清楚，我有兴趣哦，有兴趣，有兴趣。嗯，它可以走两种模式，第一个往下回撤多方 AC，然后我就会买，就跟刚刚跟大家预告的二哎巴黎石油南电。店然后第二个明天职业工。 我不知道采哪一种模式，我不知道他会采哪一种模式。不过我应该讲有兴趣，好，来，我们再再玩一个小游戏哈。这是十一月一号，十一号我所给大家的五档低价转基因股。因外呢，我们所介绍的很多是候是公连电都涨上去了，然后日月头也涨上去了。结果没想到呢，涨上去之后有高点高点高点，每天在创波段新高。当时呢，我就准备这份资料哈，这份资料来你索取到完全都一模一样哦。我请问各位啊，啊核心，啊精英，啊雅电，事隔一个月之后，你回答我。 这所有的股票有没有全部涨？有没有全部涨？甚至三十八亿的群创今天还跌成涨停，还跌成涨停。很多人就说小石啊，你不要介绍什么国具啦，你不要威盛，我连威盛都买不起，靠要，要连威盛都买不起，那我觉得说你努力工作好了啦。 哦，如果说你本来钱就这么少，那我无可厚非。可是有的投资朋友，你可能在股票市场呢、期货市场输了五六百万，就现在你跟我讲说你微微胜都买不起，连国居都买不起，那我就真的没办法，那只能奉劝大家努力工作，因为市场不适合你。来，剩下三十秒时间，来，低价转机股 Part Two 哈，我开放免费赠送给大家。 这是上一次十一月一号你所取到资料，所以要知道今天这张股票还在创新高，还是涨停板嘛，涨停板嘛。然后 Part Two 好，低价转型走 Part Two 好，无论如何千万不要错过。这些公司呢，都是获利大成长，而且是集团股的业税代表。 那如果说你错过低价转机股，因为你们就喜欢做一些低价、低价，然后希望你有转机。有啊，今天核心三零四九、核心它股价还在创新高，二零二七大成钢昨天还在创新高啊。那你说老师，那我我我能我都这些我都不敢买，不敢买，我跟你讲哦，这里面哈、哦、有更标的，我举一张股票，挖贝股啊，剩九九秒钟时间，赶快索取的、啊、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开放大家免费索取的、啊。那当然，若如果认同我操作理念的三六零，真的只要三六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